回到清朝，你发现手下清兵良将无数，后宫美女如云，顿时虎躯一震。醒醒，这才是你，没房没车没票子，连游戏里的情缘都嫌弃你。你需要考虑如何在这个陌生的朝代生活下去，从零开始结交权贵，除恶扬善，扩充领土，这是一个用脑的游戏。